现在让我们设定你的偏好，将鼠标移到主页上方，以显示下拉菜单，选择设置偏好。你现在所看到的是首选页面。现在让我们改变你的语言选择，到常规或一般选项，向下滑动到本地化。你可以在此处点击下拉部分，就可以更改你的偏好语言。让我们的语言从英语改为简体中文，点击下拉箭头，点击简体中文。接下来是 Search Sorting， 将此项目保留为特定语言。请注意，目前帮助中心的语言仅提供德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和日语，因此请现在选择帮助中心的偏好语言。你不必考虑 PDF， 因为你不会看到很多 PDF。 将其设置为空白选项。请注意，每次结束前必须确保点击左下角或左上角的保存。祝贺您，你已经成功更改语言，并学习如何更改偏好选项。